小编最喜爱的越南餐厅，独特粤式装潢，优雅的环境，正宗的粤式料理，价格亲民及无味精，味道正宗。大厨是从越南聘请过来的，烹调手法都依足传统煮法，下料十足，良心商家。说到开胃菜，就会想到酸或是辣，也会想到各式的异国料理，像是印度料理、泰式料理、马来料理等，都有相当开胃的调味方式。其中越南料理也是相当的清爽开胃的，这家的粤式凉面是许多人常常点的餐点，丰富的配料及凉凉的米线拌入店里特制的酱汁，酸甜的滋味刺激味蕾，让人胃口大开，尽情享用美食，健身爱好者的福音。清新百搭的低热量越南春卷，今日强推的越南春卷，好吃又饱肚，低热量，夏季爆红于社交圈，大受好评的冷品食物越南春卷。为什么说越南春卷广受好评呢？因为它既可以素食，也可以混合肉类粉类一起吃，最重要的是爱吃什么样种类就自己卷。卷着烧肉和米粉的春卷已经流了一地的口水了，但还是科普一下什么是越南春卷，让这道冷菜开开光。越南春卷是越南一道相当盛行的料理，基本上每一个去过越南旅行的人都会品尝的一道佳肴。越南春卷在越南语中的意思是裹起来的沙拉，又称纸米春卷。晶莹剔透的米皮展示着属于夏季的缤纷色彩，让你甘愿为它吃草。越南春卷与中国的春卷也有所不同，中国春卷一般未用米皮包裹进行酥炸至金黄，但越南春卷是在于米皮，用稻米浆磨制而成的米皮包裹着馅料，包成长筒形，吃的时候沾芝麻酱或鱼露后再食用。当然越南春卷也有无数种包裹的馅料组合，如鲜虾春卷、素菜春卷、烧肉春卷。小编最喜爱的烧肉春卷已来到噶生圣淘沙花园了，这家由越南人经营的餐厅最正宗传统，价格大众化及无味精，吃了也无身体负担。最被大家推崇的烧肉越南春卷，也是在社交圈被晒被点赞最多的一道菜，既有新鲜的蔬菜搭配着，又有饱肚的越南蒙粉，香脆的烧肉搭配下蘸着酱汁，完全就是夏日里的救星，满满都是肉粉包裹着的细腻与清爽口感。